好，我们根本是大陆来的。嗨，哎，你们要喝一下吗？现在要喝吗？没问题，你有喝过的。我喝过第二次。对，你有没有就跟第一次有什么差？我还没喝哎。你这次不是喝热的吗？可是我觉得上次热的比较好喝。好、啊，没听到。来，嘉义觉得怎样？焦糖味还蛮重。嗯，对。如何？好软哦。是好喝还是不好喝？很甜。但是很甜。嗯。来，买完布丁怎样？妈妈，我给你买一个布丁啊，买个梅娃跟我们家里面吃虾米。好怨念哦，因为我平常不吃那个。哦，所以这是第一次买这伴手礼回家。没有买过很多，其实我没有在吃，都是我妈跟我爸在吃。弟也没吃。我弟吃可可的，买给我吃。我都没有。你算了，你赶紧来背，赶紧来背。那就今天来买啦、啊。哎、欸，莎莉，葛一婷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葛一婷，你没有，我买给你吃哦，不要不要给他，我买给你吃，就你都不肯接，有，我还是有买你的啦。啊，如果你今天晚上没有回来，对不起，我是还再把它吃掉，我有。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哦，知不知道？来，佩西哦。嗨，我们好像观光客，然后进香团有没有？对啊，然后就上车就一直在那边好像要睡着，然后下车的时候就一直狂买东西。看看我们买了多少。哇，真的是观光客啊，超多，你看整车都是东西。哎、啊欸、不好意思，这一大袋都是你的好吧？没有，这是买给家人吃的吗？哇，好孝顺啊，我都要哭了。还买给死小孩耶、欸、有没有晶片？要买晶片。哭了，赶快哭一下，哭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感想讲一下好了，今天出来玩的感想。观光客，我是在为台湾经济打拼。Yes。对啊。咋里呢？今天出来的感想？还不错啊。哎、欸，好久没跟你们出来了。对，超久。而且我还没有跟你到外县市来过哎、欸。对、啊，上次没有跟到，你明早来过。我说他、啊。我也没有啊。那没有啊。我没有跟你到外县市过、啊。我没有上高速公路。没有啊。有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去过高雄以外的地方啊。我说我们上高速公路，所以呢，有出游的感觉。哎，总共也是第二次哦。对啊，对对对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他常跟路，爱跟路，爱考。屁呀、啊！上次你打电话问我的吗？哦，对。碎冰哦。是碎冰还是碎冰？好不好？好，你来讲一下今天的感想好了。今天哦，就很开心可以吃熊熊的那个、啊，我们在那边拍照一直拍。对呀、啊，沙溢超开心的。请期待那个 Facebook。哎、欸，我要去另外一家，我要去另外一家。好，下次我们来去另外一家咯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今天去的那家可以几点送熊熊？对啊，还有差一点呢，差一点呢。那是100块一点吗？对、啊、那就是吃个100块，然后再来吃这间。有没有？那送只能10点只能送一只而已啊。没关系啊，是要给你的、啊。而且还有低消60块啊。100元就好了 啊！我们买100元就好了，两个人进去，两个人进去就好，两个人进去。哎、欸，然后一会儿赶快出来，我在外面等。然后我在外面等，有没有？我们可以去逛附近就好了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，我们要回去喽。拜拜。